爸爸好了，是爸爸，没有爸爸受是，伤的，我受伤了啊。没有了。哎呀，吸血鬼真主哈基已经上线了，吸血鬼真主，他变彩色的啦！不打破，彩色的啦！干嘛干嘛？我不打破，你他把你的血吸光，他把他你把的血吸光了。你登的时候地上掉一颗西瓜，哎，对啊，好威哦，太厉害了，太厉害了，太坏啦，太坏啦，吸血鬼战争再度来挑战，上次是只有团团没有玩吗？好像是哎，上次我们非常的这地图设计非常的平衡，上次跟观众场八个人打十个，然后。超双方比数也差不多，1500比1500，就只差个正负号而已。对，正负号。我们正1500，他们负1500，太神啦！这个不知道就再说一次，这是个占领的游戏。你只要每占一个点，你的分数就慢慢的加，加一分，加一分，占两个点就占加两分，加两分。那场上最多五个点。那路径也是很持平的，就是我方会有靠近两个，对方靠近两个，一个在中间。这样子，对，那它比较特别的是，它占领一个点的，那个60秒期间，这个点没办法被控制住，也就是我占领这个点，这60秒就是我方的，60秒之后还会再变成中立塔，对，所以这是比较特别的。然后，当你站在自己的塔里面，就是我们占领这个点之后，只要在它塔里面，都会是无敌状态，有很强大的抗性，对，所以你如果要抢别人的点的话，你就只能等它变成中立状态的时候再过去。然后它这一次呢有新增了一些道具啊，我们等一下游玩的时候也可以看看吸血鬼方跟那个真主方，跟对天使方都有。好，双方都有。哦、看一下、哦、这个，嘿，这是电影哦。我已经预设好了。我的职业已经选好了，然后等下你就需要天使，我记得我就跟天使也有，你们有啊？我忘记道具各方是有四种，万圣节在玩，等下玩那个啊，嗯，宝可梦的时候不是吸血鬼是不是？他已经是吸血鬼了，等下你就不要，我就把石镜换回来。他有调好那个、啊、平衡性。上次吸血鬼太强大了、哦，你也找到了。对，这一次已经有错了啦，平衡了。我们就来试试看，这错了啦。哈基长高了，什么东西？头发长出来了。错，人都会长高啊，正常啊。哎呀，你有长头发哎、欸。嗯。你的肩膀。我变这样了。但有长发，她是女生啊，她是哈奖啊。哦，哈奖，哎、欸，这直视讲女生，不是你自己看你的肩膀，穿直视没有？你们因为曲西那时候拿冠军，不是也用这个 skin 吗？怎么会没看到过？你肩膀有头发啊？这个谁帮我画？你为什么给我画长发啊？你现在才发现哦？过多久了？不然你以为你右肩的上面是什么呢？对啊，不然真的口水吗？在旁边的后脑勺啦，正常都会啊。嗯，宝，这个要开场一定要都在里面哦。真的，在外面就没办法喽。嗯，等一下啦，再换材质包啊，再换材质包，等一下。啊，等你等你。OK。啊，对，可能还有一点就是，他一方会有一个人是就是 BOSS。对，就是首领的意思。哦、那首领没有什么特殊能力、嗯，但是只要我方有人站在首领的附近，他是跟屁虫啊，会有 buff 的效果。哦，就会有移动加速啊，跳跃提升，所以很关键，一定要有人在。好听一点是首领，难听一点是跟屁虫。他会有个范围，然后就跟着别人，然后别人就有争议，对不对？没有，是全队会有。只要我跟，假设你是 boss， 我跟你全队都会有。对，嗯，所以你不能离我们太远或太……简单来说，首领就要好好的待在旁边，有人，好不好？不要乱。要了护驾，没错啊，好好当唢呐就对了嘛。好 ，OK 的。那就来随机分队。嗯，那按开始之后就会了吗？那要快哦，那个开始分队分房开始，一切迅速。对呢，先切地、啊，都在里面了哈。哎呀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哈哈，行，来，
开始游戏，我们还玩剧情模式，让你可以看一下剧情。好，之后就不看了。嗯，吸血鬼一族，吸血鬼大军，还是你是吸血鬼一族啊？我哇，哎，对，我是吸血鬼，对对对，当吸血鬼啊，吸血鬼，好，吸血鬼，等你哦。嗯，要需要拿一些什么东西吗？嗯，啊，介绍完了。哎呦呦，哎，来了，真的，哎，还会哇，还真的，哇塞，我赢了，天使，我是吸血鬼，哎，我们天使下去，技能都变了，天使下去，这是什么？哎，有技能呢。哦，南瓜糖就是货币，你可以换。嗯，我想要直接吃掉。帽子应该是要戴啊。技能道具血月。对啊。红焰，他都没有讲说技能是什么哎、欸。效果哎、欸，要站的要站的。耶！哎、欸，跟着我。啊！走，快走啊！一个人就好。哦，只要一个人就好。好，那你们一个人跟着他就好了。我先逛一下这个地图。哎、欸，杰伦慢一点。好，冲。他的那个可以占领的区域是长什么样子啊？那个有烽火台喷出来。烽火台。那这个旗子是什么鬼啊？我们去左边吧。哦，这是神秘商人。我上去。什么旗子？哦，被占领了。哎、欸，我们家的有占吗？我在占了。好。有了，完全不知道要干嘛。我先去找烽火台就对了嘛。嗯，没问题。团团、欸、家里面的家门口的那个没有人站。哦，那我过去。哎呦！所以他是五个角落平均分配吗？还是不一定啊？就中间一个，然后两个正一个一个，各两个。他、没有效果，真假的？啊、天，这是 天使 bug 吗？天使有 bug 了吗？哦，这样子玩的，玩了。对啊，要先问一下。那又要那个了吗？又要什么？要跟小天使们玩了吗？我好像有粒子效果哎，那个是什么？我是站完了没啊？我站完了。哎、欸，他们几个人冲啊？他们全冲了哎、欸。他们冲去哪？冲去我们家那边，哈？你要打吗？我觉得可以、啊。我看到了，他们都在那边，都在干嘛？我站了。啊，他去站我们的是不是？我站了。上面那个啊，你看。打他们！有吸血效果，打他们！我没有吸血效果。对，打人就有吸血效果。啊，他们嘞？他们我不知道有没有更新什么，哎、欸，所以他们以前是没有的，以前是没有。哦，是吧？好，我再回去那个。嗯、哦，下锅喽！我的小伙伴呢？怎么没有跟上？在后面。隔壁虫来了。啊？刚刚有人说什么虫来吗？跟屁虫来了。No! 家里的有人站吗？我死掉了。有啊，家里前面的我站掉了。没有，会消失，一分钟而已。过一阵子，过一阵子会那个。好了，一分钟要重站、嗯。然后还有地图上会有三个隐藏 NPC。哦，我刚好想要找到一个可以换烟火的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哦，啊，那我们这边我在站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发光？哎、欸，我也发光。发光哦，有中效果了吧？中效果了，技能什么的。可是发光是永久的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哦，没有了，一下下而已吧。哦，哎、欸，二零去了，走，去哪里？第三塔，就中间的塔。哦，好，嗯、我家的再站一下好了哈。好、啊，我一直在守我们家前面的点。有了，站好了。啊，哦，有他们弓箭了，不是了。我觉得弓箭这么强啊。弓箭变很强了，我刚半血直接死掉。哦，那要买装备了。嗯
哇，大沙特沙呀们，没办法，嗯，没人跟着我。我刚在家里面，我在剛剛你站完就出来了、啊。嗯，我出来了。所以你现在还有发光效果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哦，好。走。接下来要三十公里。哎、欸，还有二楼哎、欸。想一下要怎么过去比较好。被占了，我们去看一下右边。小雨在干嘛？左走右走，左走右走。小雨想要去找你是不是啊？他在那边左走右走，左走右走。他想找你吧？这边二十二秒。这边我一直在顾着，我一直在顾着。嗯。哎、欸，所以谁是天使长？我、啊。杰瑞啊，杰瑞我、啊。杰瑞是吸鬼大，所以我是跟屁虫啊。嗯。看能不能绕他们、欸。家里的家里要站，然后家里那个好了，结束了。嗯。我等下这站完，我要去先买点装备，不然感觉他们攻很可怕。好，嗯、这边到家，这边先我先站。好了，回去喽。买装，买装，买装备。家前面的有人站了吗？我不在家哦，我不在家哦。哦，他们改铁剑哦。我回去顺便站。哦，所以他们原本都是实践，是不是？我们都对，他们原本都实践啊，都实践。哦，所以才会怕不赢啊，这样。他们之前很少支刃，超废。哦，我以为两边拿的武器会是一样的，居然是没有没有不一样。一个当初是一个锋利，一个很少支刃，真的。嗯，很少支刃真的没有什么用。嗯，来装备喽。那这样子感觉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。小斧头、弓索20个，帽子、整装待发、铁装了是不是，盔甲，嗯，他们有铁装了、哦，30个。我站在他们家前面的。哎呦，哦，哎呦，我刚绕后，我绕后，怎么会啊？这应该是他们家吧？感觉很像啊。然后他其实是自己家而已。结果是走错地方了。我在偷偷摸摸地方。可是我看了，你没有，你有在他们家吗？欸、我们是玩几分啊？哎、欸，他们家前面一点的地方。可是我光哎、欸，对，完全不光。哇，他们那边也太多那个了吧？我的天哪、啊！真的站到了、啊。哇、啊哦，这边有人哦、啊，为什么？他们那边，他们是不是都守在同一个地方啊？他们就这样打、啊嗯，开车啊。那个我，那我把他们家里都站。我把他们家的都占走，我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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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们追啊！你们尽量帮我拖住他们，不然我怕他们会发现我。目前来没不会发现的，因为他们那个站有站到，他们没有回头打，因为他、啊、这个不能从不能连续，不能就是你站好之后我再继续去站，一定要等他进、嗯。哦，家里的点不见了，哇，被占走了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时间到了。嗯，有人在家里吗？帮忙站一下。没有我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在拼命。好好好，那等一下我回去站。好、okay, 哦，有了，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我回去站，我回去站。冲啊！无法感知击杀小，刚换了个技能。30秒。哎呀，哦，快！哎，有人冲到我们家里面去站了。没关系，我们在站他们的脸。我刚刚进不去他们家、欸，哎，不能进去啊！进他们家，刚进他们家，你想进去干嘛、哦？我想要进去。就是走走走，换二塔，家里也被占走，家里被占走了。那我换中塔，中塔也快不见了。反正你钱够了吗？我觉得等下可以换，再换新装备了。我也觉得我等下来去换13。我现在装备超烂，我30，我等下回去换那个换新的。先把它记下来。